俗话说，人不可貌相，听见这座乐园的名称，让人不禁莞尔一笑，可能不会安排在行程中，但如果你想要一个可以让我们没有仙丹灵药，却能够返老还童的天堂，一个与孩子一同享受天伦乐、最快乐的时空旅程，又或者是能够颠覆你的想象、神奇魔幻的地方，那么烂苹果乐园就是你的首选。这里是全室内高科技亲子乐园，除了高科技互动体验外，还有主题活动表演、亲子烘焙、游乐设施、花园迷宫等，通通让你从早到晚不休息，一票玩到底。